各位同学，我们继续上节课所谈论到有关于我们所谓临界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强调我们不是提倡所谓的怪力乱神，但事实上在我们职业过程当中常常遇到一些比较不可思议的，用常理比较没办法解释的，可是偏偏你这么处理之后，那事实上还是能够得到一样的一个效果。啊，比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老师，我们知道在去看阳宅，有的人讲说庙前庙后啊，或是庙旁边，基本上人家比较不喜欢。然后他去看了，刚好那个住家的旁边有一间土地庙，他就问，当然问这个老师了，说：“哎，你跟那个土地庙有没有关系啊？对我有没有影响啊？”他当然就铁口直断了，因为以阳宅学术来讲，它的位置落的地点刚好是不好的地方。好，我们讲庙宇这个东西，并不是完全说在你屋宅的前后左右就一定不好，它只要在于我们房子的生旺方，在生气方、旺气方这两个方位，哦，基本上来讲，它不但不伤害到我们房子，反而对房子是一种财气的一个助力，所以它反而是好的。所以我们也听说过禄冲，大多数的人认为不好，可是也有听过所谓越冲越旺的一个情形，啊，这个东西当然跟方位上有关系，这个在我们后面的课程我们会提到。然后那个主人跟他问说：“你看这个土地公对我有没有影响？”他就跟他讲：“哦，这个土地公在这里当然是不好了。”他讲这个不好，事实上无形中就得罪到啊，哦，某一些。哦，当然可能土地公不会跟他计较，可是你知道土地公周边总有一些啊，哦，我们讲的护法也好，兵马也好，啊，哦，当然有些人就看不过去了。所以他看完宅，因为他车子刚好就停在土地公前面那个广场，他怎么样都发不动。我们这个老师他基本上以前也是非常的铁齿啊，啊，哦，就基本上对这种东西他一概不太相信。他可以讲说他从小到大，他自己跟我提过，他没有从来没有拿过香拜过拜，也可以讲说他对这种东西基本上是不去信他的。可是那天偏偏不知道怎么样，因为他车子也是算蛮新的车子，怎么发都发不动，他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就当然他没有想到说是不是讲话去得罪这些事情，他打电话给我，我跟他问了一些事情，我就知道说他大概因为这些话语而影响到啊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他说：“你去跟土地公讲，啊，就算你不信这个东西，你试看看。”你跟土地公讲说啊，对的，非常抱歉，因为我们是学术上的研究了啊，不小心哦，讲话有冲犯到的地方，请土地公原谅。讲完回去发动车子，车子就开了，启动了，他赶快离开。像这些事情来讲，你去解释没办法去解释。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凡夫，我们看不到，我们也没办法跟他们做沟通。像这种情形，好，哦，像如果说发生在有些家庭，它比较特殊的情况，像我们曾经碰到的，他的房子，啊，他说他们的隔壁有一个人啊跳楼自杀，那结果可能那个阴气干扰到，还是说跑到他们家里来，他们家里从此都不平静，他们一个儿子也因此而车祸死亡，然后他当然有很多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去请道士法师处理。他还请了道士，他亲自跟我讲，他说有一个道士，我们知道一般外面做法师做道士的，他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把他赶离开，好，能沟通就沟通，不能沟通，我来彰显我法力的高强，我就把你赶离开。他说亲自跟我讲说，那个法师他摆了案桌准备做法，他刚把那个浮尘，哦，佛尘外面飞，而且飞得老远，那个做法的那个所谓的道士，哦，吓得赶快东西收一收，赶快离开，不敢处理。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哦，我们当然也有类似相同的情况，就是说在屋宅里面本身因为有一些东西，哦，我们讲这个我们所谓临界的众生今天会跟你有这个关系，会有这个因缘，
绝对有理由，只是说我们是凡夫，我们没办法去理解。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哦、我们不会去特别说为了这个人而去伤害到我们冥界的众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众生来讲，他们是平等的、哦、一个只不过说还有一口气在，等我们一口气都没了，跟他也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情形来讲，我们尽量做的两方圆满。但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跟他们沟通，也不知道说我们做的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是能够接受，所以我们建议主人的一个做法，不管遇到类似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建议主人说，你不要、哦、尽可能，除非说你有非常相信的道士，相信的法师，要不然的话你不要去找别人来做，因为别人来做来讲，他是真的会的还是假的会的，甚至他做的方法会不会因为伤害到对方，你知道伤害到对方，对方一股怨气难平，他再回过头来，那个力道会更大、哦、那个报复的力道会比原来的还大，那到时候法师做完事了，法师走了，结果要承接这些后果的是谁？还是你自己。所以尽可能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自己来处理。怎么处理呢？今天不管，只要你知道说这某一个特定的对象，我们讲临界的朋友，这个某一个特定的你大概知道了，你就可以，比如说他是我们讲地基主也好，还是说他是因为某某的因素而得干扰到你家里，还是你知道某某特定的一个人，我们就摆案桌，自己摆那个、哦、当然可以去买一些素菜、哦、然后上个香，就是我们自己摆案桌，直接跟他沟通，去买那个宝杯、哦、人家讲那个醒杯那个东西，我们直接跟他沟通，他们绝对有能力来跟你转换这个杯，就是说我们跟他讲说，哎，我今天那个，比如说我们怀疑对方是谁，哎，某某今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现场，有的话麻烦你给我、哦、我们讲一般来讲都要三次，以三次的醒杯为准，基本上来讲不能一次，一次的话有可能是巧合，巧合的话你处理上会有错误，而且一次两次三次它是有区别的，有时候他给你宝贝宝三次，可是他只给你两次，表示说你讲的问题重点对了，可是有某部分、哦、有某部分还没有，细节的部分还没有说讲得很清楚，或者说每细节的部分他不是很认同，每一样的决定要足三杯，有三个、哦、我们讲三个醒杯，我们直接把心里的疑问，就像你今天在问我，或是今天你在问法师一样，你直接跟他做沟通，绝对可以取得沟通，这种沟通管道是最好的，就是你想到怎么做你都可以直接问他，他会用那个我们讲那个醒杯给你做指引，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个最圆满的一个头上一个解决方式，你把这种阻力有可能就把它化为助力、哦、助力，因为今天他不是你害他的情况之下，你又愿意出手帮他，他会感恩在心，他感恩在心，他当然有机会他也能出手帮你、哦、所以这是两各得其利，这个是我们一般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通常当然如果说你遇到主人，今天你是一个你去帮他看房子，你遇到这个主人他很想做，他也相信你，可是他自己真的是没办法哦、不会做，你来帮他当然也无妨、哦、也无妨，只是说自己要记得，如果说万一你因为介入这件事情而身体受到干扰、哦、记得我们上节课做 教大家的那种处理方式来处理就可以，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继续谈我们这个是六十甲子那音，我们上节课有谈到十二地支跟十天干，十天干跟十二地支一个配一个，阳干配阳支，阴干配阴支，配起来刚好有六十个，我们称它为六十甲子，这个六十甲子的纳音里面在我们阳宅里面的用法不太多，我们只用在婚金上面而已，如果学过阳宅的人你就会发现有人讲说，哎，你的五行是属什么，有的又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人的命我们有两个五行，我们人有两个五行，
一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刚刚这个纳音的五行，就是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是己，是戊辰年生的，这个戊辰它就是一个阳干跟一个阳支，这个就是叫做戊辰，它的纳音有一个五行，还有一个我们称它为卦命的五行，就是我们讲说你是乾卦命啊，哦，什么命，那基本上来讲既然是卦命的五行就跟八卦有关系，那这个在后面课程我们会再细论，哦，这个东西的一个用法跟这个东西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纳音，我们讲纳音它就跟卦位没有关系，它跟分金，分金都是相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纳音之后，纳音的五行之后，通常我们罗盘上要看的是120分金这一层。会用在哪些地方呢？用在床铺最多。这个尤其是小朋友，好，我们讲尤其纳音属金的，如果说他的床铺的分金的五行来克到他，他纳音属金，结果床铺的120分金的五行是属火，基本上这个小孩子会有两个现象，第一个不好睡觉，第二个容易感冒。我们遇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可以分析，哦，我们就可以跟主人讲，你这个小孩子身体比较弱一点哦，啊，晚上有可能也不太好睡，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晚上睡得还可以就不是很容易感冒，啊，基本上呢这是分金。那如果说在于身体上的东西，比如说他跟你讲说我们只要记得说纳音跟分金的取用只有跟身体上的关系，跟所谓的运势啊跟财运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在房间里面也一样，夫妻之间你觉得说哎，好像太太身体比较不好，床铺两边的位置你不要以为说床铺是隔壁而已，但是分金应该一样，那是不见得的，哦，不见得的。如果说两个分金不同，我们尽量取用那个分金来生这个纳音的人。比如说这个女主人身体不好，她纳音属金，我们罗盘的120分金能够属土，土来生金，那就是最好的，哦，最好的。这也是我们希望一般纳音在做到的地方。床铺是最多也最常用，啊，而且基本上它也因为床铺的考量本来就有限，床铺还要考量到一些房间的一些配置，床铺啦，门啊这些东西，还有衣柜衣橱这些，所以基本上来讲床铺的位置的变动会比较有限，哦，关于安床我们后面课程也会谈到。那只是说我们在分金是希望借用分金特别针对，所以我们用分金的情况之下就两个情况我们会想到用分金，第一个就是身体特别不好，哦，第二个就是特别难入眠，我们讲睡不着觉，小孩子应该很容易睡觉的，大人也是哦，大人有时候分金相克他也很难睡觉，有这两个情况我们才来做分金，要不然分金平常是备而不用，几乎我们就不太去会去用分金这个东西。那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既然讲是相，我们除了床相我们还有周相，桌子的相，可是通常我们桌子的考量它通常不会在相手上面比较多，除非说刚刚提到了身体特别的不好，因为我们在安桌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桌子能够助长财运，我们讲有运甚至有财比较重要。但是如果说他这个董事长基本上来讲他管理的事情不是很多，还是说本身公司的营运或是他的一个工厂已经非常的好，他一个办公桌不要产生力量也没有关系，可是这个董事长身体特别的不好，还是说他每到这个桌子这边精神状况就很差，精神昏昏沉沉，每天坐在那边就想睡觉，我们才又用分金来看看他的桌相的分金跟这个董事长是相生还是相克。那如果说没有，如果说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因为迁就于相生相克，而这个桌子就变成没办法说我们要求的在运上面在财上面了，所以这种做法通常不会很多，哦，所以说我们分金再取这个通常这两个。有人我们有发现说人家在做在阳宅在改阳宅改门，把它改了歪歪的门，
好，这种情况各位同学应该也碰过，这是本来方整的，可是他门会改成这样子，他把大门改斜掉，其实改歪掉来讲，他目的是要迁就这个分金，可是我们认为这样做叫做因小失大，叫做因小失大，因为以一个纳音来讲，当然以这种做法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做这个的地理师基本上他是以三合的为重，三合派的为重，三合派的为重，他们尤其是我们讲说他阿公就会了，传给他老爸，他老爸传给他，这种家族性的几乎很多都几乎是三合派的，他们以纳音分金认为说什么样，什么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其实这句话不是套用在阳宅的这个屋宅，它原本它是在于我们这个所谓寻龙坎穴这个龙穴上面的，我们这个穴已经确定了，这个拉分金线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分金线错误有可能就变成杀龙，本来是合取用的一个正龙有可能就变成杀龙，所以它的分金线在这种穴场里面它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在阳宅里面，阳宅以坐为重，以坐为重，相手分金基本上它是属于纳气的部分，它所迎合到的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它是身体、哦、身体的部分比较多、哦、所以说你改这个分金这个意义并不大，就算你改了，其实它改了分金好了，合了分金，我们讲门相分金，它原本门是像这样子的、哦、它的分金可能不及，它改成这样的分金相手可能是及，可是就算你及是对某一个人有帮助而已，因为他的分金级绝对是合到某一个人，当然他们都认为是以宅主为主的、哦、没错，宅的主人身体好一家就会很安乐，可是他就不见得说能够提升五宅，等于说这个人是合人，合某一个人并不一定合这个五宅的需求，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这个门改歪掉之后，它会变成一种缺点出现，叫做明堂歪斜。明堂歪斜，明堂歪斜则纳邪气。纳邪气，这纳邪气什么情况？纳邪气，纳邪气就是说，你这个屋宅歪斜之后，门歪斜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屋宅因为长一直邪气这样进来之后，它有产生一些现象。哦，这些现象，如果说你遇到这种门已经改歪歪的，你这现象可以跟主人探讨，哎，有没有？哦，这种邪气来讲，我们邪顾名思义就是不正。不正来讲，你交的朋友慢慢来的，他们都属于不正派的人，都是来害你的啦。要不然就是跟你借钱不还的啦，要不然就账很难收的。尤其是你公司的门如果改歪掉的，你会发现他的账目不容易收回来。有些人去看房子，为什么有人说他很厉害？哎，他怎么一来就知道我那个被倒很多账？你改歪的门，这个印就会出现，因为你这种邪气入侵，啊，邪气入侵对人，对你这个人纳音是有帮助的。可是对这个屋宅来讲，他因为纳到这个邪气，对这个屋宅是整个是扣分的，啊，所以说我们才说这个叫做因小失大，所以我们不太同意把门改成这样子。那如果纳音分金不及呢，他平常其实只有一个情形他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个纳音跟宅主客栈客宅主的时候，如果说他平常，如果说他这个屋宅本身好，我们认为他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可是某一年特别的差，那就有可能是纳音客到宅主，因为纳音客到宅主遇到流年不及的时候，他凶会发得比较大，而且会针对宅主而来，针对宅主而来、哦、因为宅主不好，整宅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有一个部煞里面叫十二都天煞，十二都天煞平常并不常用、哦、不常用，它是这种学术上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来讲，它特别要求的就是宅主不能受屋宅分金的克，宅主受文长分金的克，流年不及一到，他就发比较凶，但这种几率并不高，
好、哦、几率并不高，因为平常你屋宅如果条件好，它有可以取得一个平衡作用，好、哦、平衡作用，所以分金的部分在整个座山里面，我们几乎很少去用它，很少去用它，好、哦，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不用，可是知道说人家改了歪了门，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改了歪了门到底对他来讲是好不好，好、哦，我们讲这些不好，各位应该知道，好、哦，应该知道，我们刚刚讲除了这种邪气，刚刚讲的脏不容易说，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举一反三的、啊。所谓邪气、哦、就是小人嘛，你也容易犯小人、哦、容易受到陷害，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并不是公司工厂，你就没有收账的问题，你是住家门改邪调一样，你要犯小人，很多人专门在扯你后腿的、哦、所以像这个情形我们就要阴阳，这个是我们分金的一个取用。那分金的取用我们就要必须知道纳音的一个五行，那一个五行，因为我们120分金，罗盘上面120分金写的、哦、也就是那阴，就是一个天干一个地支，那我们人出生的每一个固定的有一个，我们这个那阴五行、哦、在命理上用的比较多，在阳宅部分就用到这里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那阴的五行，比如说我们讲庚申，它会有一个五行，当然这个东西它是有表格可以查，翻书可以，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一直借助这个表格，我们把很多东西通常会坐在这个指掌节上面，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换算出来，好，换算出来，那我们来算法，我们指掌节以这三个手指头为止，我们拇指跟小指头不用，小指头不用，天干是固定的位置，各位要把天干记起来，记在手指上，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就这几个位置我们就记起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固定的，它是固定的，地支是不固定的，地支不固定的，以天干的位置来找地支，我们这么讲，比如说讲庚申，庚申年，我们这个庚申年出生的，他的那阴不知道是什么，还是我们罗盘上面120分金的庚申那阴的五行是什么，我们就找根，根找出来在这个地方，好，我们用手指头来找的话，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根，根在这里，我们从这里指起子丑寅卯，一样两个一组啊、哦，两个一组，所以说根在这边，对不对，我们在这边起子丑寅卯，这是一二三四五嘛，五完了要一哈、哦，照顺序来，寅卯、子丑、寅卯、辰巳，我们叫地支，我们只跑三个而已，因为我们把地支分成三组。各位同学，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24三的时候，我们说地支分成三组啊、哦，它三组其实它有意义的哈、哦，有意义，就是说子丑、寅卯、辰巳，然后还要再回来五位申酉。虚害，这样地支才能够排完，你如果说没有分成三组，变成有的一组有的是重复的、哦、有的两组有的一组，所以基本上分成三组就刚刚好，每一个地方各有两个地支，庚申就从庚起子丑寅卯，我们找出申到的地方，申在哪里，申在这里，所以落在这一格，这一格的五行是什么，这也是固定的、哦、金木水火土，好，你要背金水火土木也可以、哦、最佳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人家来念都念金木水火土习惯了，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可以这样排，金木水火土、哦、也可以讲说金木水火土、哦、所以在这里来讲庚申，我们来排一遍庚申年的那阴五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庚在这里，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申在这边，好、哦，庚申的申在这边，金木，所以庚申属木，好、哦，庚申属木，好、哦，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庚辰，好、哦，庚辰，好、哦，一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庚从这里开始，好，起子丑寅卯，子丑寅卯辰巳丑未。那辰巳辰在这里，
所以这里是哪里？金木水火土，所以庚辰是属金。好，比如说我们讲甲戌，好，甲戌，甲乙甲就在这里了，就从这里起子丑寅卯，子丑寅卯辰巳一样哦，一二三要回来了哈，子丑寅卯辰巳五位生有戌，戌在这里。哦，戌是什么？金木水火土，所以火甲戌火，这个就叫纳音的五行。所以我们今天到了现场，我们需要做到纳音分金的时候，我们就问主人：哎，你是什么年出生的？哦，什么年出生的？然后他的罗盘一看，他是什么的一个分金，他就可以找出来啊，可以找出来。像我们上节课有提到那个，地支的部分，我们地支跟天干，我们通常也都放在子长节上面，啊，这个如果学过命理的人就没有问题。那通常要碰到要会的人也是很多，所以我们先简单的把它带过去，啊，我们讲天干来讲，我们从这里，天干是这个位置，哦，天干是这样子，然后从这里开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刚好这里起，这里结束。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地支呢？地支从这里开始，底下这边，好，底下这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刚好排完。好，这种刚好排完，所以我们子长节上天干的地支都放在这边，因为放在这边我们会用到。我们甚至于在算说，刚刚讲庚申。有人跟你讲，我忽然不知道我，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有在万年历，就会知道。不然他听你讲说，没有，我是什么56年次的，我是73年次的，那我们要自己去把这个年次再换算成这个天干地支，那个是完全在这个掌节上算。好，我们后面会跟各位来探讨这个问题。好，探讨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之前，各位把这个天干位置的预字记出来。然后你地支有记好之后，我们可以顺便谈一个我们上节课忘了谈到的，叫做地支相冲，跟地支三合。我们在地支跟天干里面，天干也有所谓的天干七煞，地支它有所谓的六冲六合，还有那个六，还有相刑，这些东西在阳宅上不用的，我们就不谈。避免造成各位同学的混淆，当你们以后学到别的学科，你们自然就会去学这个东西。我们阳宅几乎只用到这两个，哦，还有三会。三会我们有提到过，哦，三会在地支的时候，寅卯辰三会木，哦，有提过了。那三冲跟三合，相冲跟三合我们必须谈一下。那相冲其实蛮容易的，相冲在我们这个阳宅的用法里面，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它是在于找出受伤的那个方，就是离某一个地方受克。我们先讲它相冲，讲完了我们再讲这个哈，会比较好解释。相冲来讲，我们可以看我们子长节，对面为冲。我们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这样写好了，这样写也可以。我们子长节是，要不然这样，在罗盘上看啊。各位同学，如果觉得我认为背这个东西应该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你们从罗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罗盘上这是地支24章的地支，正面为冲，所以子午冲，啊，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正面为冲。那这个冲的意义在阳宅上来讲，我们通常阳宅有一个缺点。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这边有一个尖角，这是我们的房子，好，这边的房子这个尖角对到我们，哦，这是我们的气口，就算不是气口，只要正对我们屋宅的前面，这个东西都有煞力，哦，有煞力。那这个煞力它会伤害到我们家里某一个特定的人，包括路冲也会，哦，比如说这是马路，这是一个来路，这个来路是不吉的，它在某一个位置上，家里就刚好会有那个人，
比如说这个路冲，我们从这里滴水处量它，派，这里量它，好，比如说这里量它，派，这里量它是升。有这两个冲，我们家里谁会受伤呢？就是六冲的对面，六冲的那个四害冲、寅申冲，所以家里四的跟寅的，这个四跟寅，各位同学应该知道了啊，这个是属蛇，这个是属虎。我们十二天干，那十二地支刚好配十二生肖，啊，刚好配十二生肖，所以从子丑寅卯开始，属牛虎兔啊，各位同学自己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所以家里属蛇的、属老虎的，首当其冲，解其冲。通常在我们的职业经验里面，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煞，刚好在地支上，很巧哦，家里一定有这么一个人。等于讲说，如果说这里真的有害位有路冲过来，家里就真的会有一个属蛇的。通常如果说以学术上来讲，属蛇的是首当其冲，属猪的呢，它也算也是，不过它是属于没有像四属蛇的哦，感受这么严重度。等于说我们属蛇的六冲的那个对方是首当其冲，其次呢就是属害的，哦，属害的，这个就是我们六冲的一个用的位置。所有的东西哦，我们不是光这两个而已哦，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来讲，我们是属于说，要能够举一反三的。就是说，今天只要你屋宅的任何一个缺点在某一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有缺点，那个地方位置确定之后，在地支上就已有对面相冲的人。那这些还有哪一些呢？我们后面再讲什么煞啦，哦，外局的一些煞，它都会出现。哦，这个东西只限于外局。客厅里面是不会的，客厅里面有些同行是怎么做法，哦，这个做法我们以往都没有教过，我们也没有，事实上我自己本身要去印证的机会也不是很大，因为通常看房子的时候人家请我们看这个情况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也可以讲说看什么呢，从他的屋内的破败看他的身体状况，在我们的讲义里面，五行我们有谈到，五行里面比如说肝属火，哦，肠小肠属什么的，这种胃属土，等于说这种五行的代表身体的某个部位，哦，天干地支它代表的是哪一个部位，以这个部位它们衍生到这个房子里面，在这房子里面，然后在这房子里面它就来，你这个地方有比较重大的缺点，这个地方基本上不好，他就认为说，哎，你这个部位，身体这个部位应该是不好。那这个东西有同行这么做过，我们自己的实战经验并不多，我们提出来给各位同学做参考，或许各位同学可以去做研究，哦，做研究。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继续谈，叫做三煞三，三煞三就要用到我们刚刚讲的地支三合的部分，好，地支三合，地支三合跟地支三会就能够造成一个三煞三。各位同学可能知道，三煞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三个三，我们讲这个三个三就是二十四三里面的三个地支，它不可以当做三，这是明显固定的。所以今天只要我们今天到了现场。罗盘下罗盘之后，他的房子只要是在地支上面，我们讲他坐北朝南，任之魁，他不在任山，他在子山，在子山来讲，既然在地支上面，我们就要问主人他的生肖，他的生肖，哦，他的纳音，不是纳音，就是他的那个天干，我们讲甲子里面的地支，也就是他的生肖，而他的生肖。然后看他这个坐山是不是他这个人的一个三煞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三个地支的坐山是不可以当坐山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如果说不小心你坐到了三煞山，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经验累积的。你这个人能力再强，房子台条件再好，好像就我们讲所谓的魔咒一样。
怎么样都施展不开，很奇怪，好像被什么东西绑住一样。就是你住到了你连命的一个三煞，当然三煞来讲，如果说一个家庭很多人，哦，很多人，当然是以在赚钱的事业最有发展的。如果说今天是老婆她在主事，那个男人他本身就是在家里反而就是相反的啦，啊，女主外男主内了，当然我们以女主人为主，以主事者为主，这是我们跟古人的一个区别。古人是以宅主，就是以男人为主，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东西会牵引到他这个人的运势跟财运，我们要以能赚钱的人为主。你好像被东西困住一样，你怎么样都施展不开，这是很奇怪的。所以三煞三尽可能避，哦，要避。我们先讲三合，三合这个东西要背它，哦，要背它。我们三会可能会比较好记一点，我们照子丑寅卯的顺序来排就好了。子丑，哦，扣掉，从寅开始，寅卯辰就三会木马，哦，然后再继续往下排，木生火，这样就没有问题。可是这个三合局来讲，就要练法练手，好，哦，练手。我们讲申子辰，这三合的位置在地支上的排列刚好成一个垂直三角，哦，跟个三角形。申子辰亥马未巳酉丑寅午戌，这个是三合，哦，申子辰这个东西其实在背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连字的诀都很好背，三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所以把它念熟就好。申子辰亥卯未，好，哦，把它念熟。所以基本上来讲，申子辰，那它的五行，它三合会成一个五行，会成一个五行。哦，这个五行才能取决于说它的三煞三在哪里。它的五行申子辰，我们就看中间这里，啊，哦，中间这边子。在正体五行里面是属水，所以我们知道申子辰它是三合水局，卯呢属木，所以寅卯辰三合木局，酉属金，所以叫巳酉丑三合金局，寅午戌午属火，寅午戌啊，这个就三合火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三合局。什么叫三煞？就是你今天你的命地支里面，在这里面的被克的那个三会，就是你不能做的一个坐山。我们讲这是三合，我们讲三会好了，三会是寅、卯、辰、巳、午未，哦，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我们知道这个叫三会局嘛？好，这是三会木局，这是三会火局，这个三会金局，这个三会水局。三合克三会，这个三会被克，这个地支就是我们讲的三煞三。反过来讲，今天你是申年生的。你的三合局属水，水是什么？克火。所以四五位是你的三煞三，四五位你的坐山，你不可以来当做你的坐山。好，哦，你的坐山啊，你今天是丑年生的，你属鸡的，你的三合木局，三合局什么？属金，金是克木的，所以寅卯辰就是你的三煞三。好，哦，三煞三，那这个地方如果在我们二十四山上面。在地理位置上你会发现它刚好就在于对面，哦，对面我们讲这个东西跟那个会有很大关系，哦，跟我们平常在我们一般农民历每一年翻开它都有一个图表说今年大利东西什么不利南北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哦，
我们画的不够远哈，看得懂就好。啊，这是我们的24山。这个就是我们的24山。那我们通常在帮他，这是罗盘上所看到的。那我们问了主人的生肖之后，比如说是庚辰年生的，我们看他地支辰，他是属于三木三合局的申子辰。申子辰，我们讲申子辰的子在这里，哦，所以他是申子辰是水局，水这边是火，所以水克火。所以三煞三在哪里？煞南。我们在每一年那个农民历上面那个东西，农民历前面那个表格，哦，我们大历东西不利南北，它是以太岁为主，找它的三煞的，哦，三煞的。我们顺便找一下，各位同学就很有印象。我们在找人命的三煞三，就等于是太岁在找它的三煞三一样，哦，这个三煞三的意义是把人变成太岁，哦，太岁。就用人的方式，这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啊，哦，我们讲明年好了，明年是甲申年。甲申年太岁在哪里？在申，对不对？甲申太岁在申，三合局是什么？申子辰，我们记得是一个三角形嘛，哈，哦，申子辰。申子辰三合水局，所以他煞哪里？这边，所以哪里是他的三煞三？是五位，这个就是三会，四五位三会与火局嘛，啊，四五位三会火局在南，所以煞南，所以煞在南，所以在农民历上面他会写什么？写这边是三煞，这边是三煞。这边是三煞，那丙跟丁呢？它是天干，他们认为它是夹煞，也视同三煞，所以它是三煞。所以总共明年来讲，叫做大利东西，不利南北，哦，不利南北，哦，因为有三煞。不过这个东西来讲，它所谓的不利，是在于动土的不利而已。我们到后面谈到这种布煞的部分，我们会跟各位做总合性的解说。现在这样来讲一遍，各位同学对三煞的找法会更了解。太岁的三煞跟人命的三煞三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两个天干。在太岁，他们把这两个天干夹煞也视同三煞，基本上来讲是多不连用，都不可以的。但是在人命的三煞，它只有纯单纯地支，也可以讲说，今天你是甲生命的人，你的三煞虽然在南，可是你只有四五位，你不是说今天来讲，不是说只要坐南朝北都不行，哦，有人会跟你讲说，啊，你的命你不可以坐南朝北，他们讲的太粗太广了，哦，太广了。这人只能嫌说他们有些考虑，哦，不太够而已。坐南朝北不行，坐没有错，可是你只要不坐在地支，你坐丙山、丁山那是没有问题的，哦，没有问题的。等于讲说你今天这个人，就算人家跟你讲坐东朝西的房子不适合你，他的可能性就有两个，一个他是用八宅的一个命卦来配你，哦，比如说你是我们讲东边正卦，哦，这个当然没看到，可是如果说有学过的人应该知道这个观念。但是正卦它是东四命，结果你西四命的人你就不适合去住这个房子，哦，这是一种论法。那这种论法到底可不可以，行不行，可不可以这样讲，我们后面的课程我们会继续谈，哦，继续谈。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三煞，因为你的纳音，哦，因为你的地支的三合是克到东的，所以你不可以做东朝西，所以这两个说法都有可能，它是根据哪一个说法的，哦，我们要去了解它。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你今天如果相信这种风水地理的东西，甚至你还会请人家帮你看房子，
我都建议他，你最好自己懂一点点。你刚才我们课程，比如说你上过一遍，就算你没有学会，可是你知道这个观念之后，人家跟你讲你不可以作风潮汐的，你还可以反问他了，你为什么？甚至不用问，我们自己排得出来，他讲的什么原因不可以。好，如果说以挂命的，好，挂命的处理方法，像这个来讲，我们就跟他讲，你作风潮汐是不行，可是不是完全不行，是因为你寅山、卯山跟辰山不行，甲跟乙是没关系的。其实这个寅在东北呢，好，这个辰在东南，它又不是正东，所以他们讲那个南瓜性太大。好，基本上来讲，我们只能认定它是外行人在讲的话。好，所以我们甲山还是可以做的，乙山还是可以做的。好，这个是三煞山的一个做法。各位同学要记得，这个三煞山，如果说房子做地支，三煞山是很重要。有些同学会问说，透天的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公寓大楼呢？哦，公寓大楼我们就不管了，因为公寓大楼来讲，它整栋大楼的三煞山，如果是你的话，当然对你会有影响，可是这种影响的成本是减小的。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在考虑，我们要把它轻重缓急，轻重缓急做出来，就是说今天他的房子是刚刚要买而已，我们的考虑要多一点，我们考虑多一点，因为他的选择不是这一间而已。如果说你感觉说，哎，他一定非买这里不可了，这些小小的缺点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但在学术上来讲，我们还是要谈大楼公寓的座山的一个分金，哦，不是分金，座山的一个地支。如果说是你，就算你是住三楼而已，它是你的三煞，三煞我们讲，它属你的，它是属于是你的牢笼，你一样在里面飞不出来，哦，一样感觉好像被困住的感觉，这还是会有，但是只是没有透天的那么明显跟那么厉害。哦，有这种现象，你只要在屋宅里面的稍微把你的气调强一点，至少可以把它拉个平衡。哦，所以像这个来讲，我们还是一样要在意大楼。我们不是说聊我们自己的哦，我们这种三合坑三会是纯粹坐山为主，那坐山透天的一楼到三楼都是我们自己的，那没有问题。公寓，一栋公寓里面住了十几户，哦，住了这么多户里面，我们做到的影响，哦，当然就相对的也会减低。所以说我们量的一样在一楼门口量它的一个分金，我们在楼上就不用管它了，因为楼上那个不是地，哦，我们讲这个部分只是地气的部分而已。由地支变出来的，你像太岁，太岁我们不论天干，我们只论地支，所以这个都跟地气有绝对的关系而已。所谓地气，好，所谓地气，它本身是浮于表面上，它是不动的。我们今天在公寓大楼里面，它纳进来的，它是心气。心气旺财，地气旺人。我们现在的大楼公寓多，甚至我们看有一些国家，你像新加坡，他们的透天房子更少。像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人也会越来越弱，越少，因为地气旺人。地气它浮于表面上，我们讲说你今天住在大楼的七楼一样能赚钱，一样可以赚钱，但是人才要人要旺就有困难。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哎，像新加坡也好，我们台湾也好，都有开始有人断层的一个现象，越生越少这个现象。当然这个跟大环境也有关系啦，跟景气也有关系啦，哦，大家赚不到钱了，不敢生也有，这都有，但是跟这个地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公寓大楼一多，人自然人就会降低，好，哦，就会降低。那还好，我们台湾就是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有透天的房子，好，哦，所以在人才人者一个断层的一个伤害上面还比较没那么明显，可是经过预估，在几十年之后也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哦，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也有关系。所以我们讲说三大山，你在公寓大楼里面，哦，你就不用去量，在里面就不用去量，你只要量一楼总门就好。那总门它其实总门来讲也有点问题啊，有些大楼比较明显的是这样子没问题，哦，这是马路整个向这边的，那没问题。但是有些大楼它是摸字型的，
这是警卫室，这是警卫室，然后大楼大概这样子。好，这是大门，好，这是警卫室，它是一体的。像这种来讲，我们只要确定它在同一个气场里面，我们以太极来论东西，基本上来讲，我们要观念正确，它环境再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跟着它来转变，才不会说我们在这一家说这样，在那家说那样，没有一个根据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理由。我们的东西就是它完整性的，而且它围墙，所以它这一个是一个密闭式的空间。它这个墙虽然是没有到底，可是那个墙的高度已经超过腰的高度，甚至超过胸部的高度，它都有聚气的作用。它一达到聚气的作用，基本上来讲，这个太极就形成。所以太极就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了。所以我们量在这里量了，它是一体的。如果假设说它这里没有围墙，它这里是空开、落开的。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密，他们自己并不是一个太极啊，对不对？它是独立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就知道了，独立太极在哪里？太极就缩小到这里了，所以这个太极点既然是像这样，我们就在这样量，这个是像这样量，这个是这样量。好，这样各位同学应该可以了解，好，可以了解。像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就像这个样子，公寓大楼的一个变化最大。但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把基本的理论搞清楚了，环境再怎么变化你都知道怎么应对。这个就是古法为什么用到现今的法还是可以用，为什么有人同行认为不能用，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说这个一个真正的一个原理跟道理，所以他们有些现场改变他就慌了手脚。那这个部分当我们谈到这种公寓大楼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再把更详细的东西再讲一遍。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